定吃西西瓜了。走，我们去超市看看吧。好嘞，走嘞。哎呀！桃子，哇塞，还有黄瓜呢。我们拿哪一个？我们就拿这个普通的西瓜吧。这个，这个是7.9一斤，这个7.9一斤。这个是甜王西瓜，3块钱一斤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人参果，爸爸，这它长出来都是这样的吗？它给它框在那个塑料瓶子里面，给它长成这个样子的。哦，吃吧你。哎呦，你还打我嘞！Hello， 现在我们刚刚取了这个快递，现在我们回来了。爸爸说都是我的呢，上。妈呀，这么多！好久我们都没拆快递了，今天我们一次拆个够。好漂亮哦，是一件米色的短袖。这是2件裤子，裤子是黑色的，你看，还有一条米色的裤子。漂亮，你喜欢黑色还是喜欢米色的？米色的。我们待会搭配一下。好，走吃快递。这条银色裤子，对，非常的薄吧，夏天穿的。这么多衣服，爸爸去换衣服了。不用换，不用换，你站在那边去。好，爸爸，我准备好了。来，1、2、3。耶，换好了。舒服吗？这个？舒服。这裤子咋样？不错，好漂亮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好，我们把再换一下另外一条裤子吧。好，变装，我要变。哎，这条裤子。嗯，换了一条裤子。这条裤子好看，那条裤子好看。那条裤子好看。那哪一条穿的舒服呢？那一条。哦，那我们把上衣再换一下。好，耶，换好衣服了。刚刚是爸爸给我买的，现在是妈妈给我买的呢。你喜欢哪一件？喜欢啊，那我们还有一条裤子试一下吧。好，玛丽玛丽，吼耶，换好衣服了，你看。不要，我还是觉得这件衣服穿这个黑色裤子更好看。对，休闲轻便。哪一条裤子最好穿？灰裤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比较凉爽。你看，这就是我说特别休闲轻便的那件裤子啊。那我们把它换上吧。好，1、2、3，玛丽玛丽，吼。我最喜欢这件了。是吗？嗯，这条裤子舒服吧？舒服。走吧，我们去吃好吃的吧。好，我们的西瓜还没吃呢。对，吃西瓜喽。这个西瓜是7.4。对，花了7.4。嗯，哇哦，爸爸给你吃。你吃吧。没事，你吃吧。你吃你吃你吃，我自己再拿一块。我自己吃小的。甜吗？嗯，这是我今天吃的第一个西瓜呢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哎呀，你的牙齿我看一下，啊，这个牙齿坏了，这个牙齿得去医院看一下了。啊，害怕？没关系，我们去医院看一下，看医生怎么说，好不好？嗯嗯，还挺甜的，但是没那么很熟，不是特别熟。现在还没到正式的夏天嘛？对，还没到季节。现在这么甜已经是奇迹了吧。嗯，好吃。爸爸，这块可不能吃，这块要留给妈妈吃呢。行，留给你妈吃。啊，给你，谢谢。大大的西瓜，走吧爸爸，我们去做作业，下周拜拜。